武器的呢，换这个圆回合的，你看这个断掉了，弹不起来了。这个是可以分离开的，这个可以往上抽，它就上来了。还是用它原来的这个放上去，套进去，按压，好，这个就进来了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剩下的这我们要拆这个，这里有螺丝，拆掉了以后这个才能拿得上来。这个往上一掰，然后向后推，这里有个 T20 的螺丝，把它卸掉。拆这个，这个往这里一插，往上翘，拔掉这些线，拆掉这四颗螺丝，最好是整个面板拿下来换，以免螺丝掉到马鞍里面。我经常在换的习惯了，我就不拆下来，直接在这上面换了。总共四颗螺丝，拆掉以后把这个盒子拿下来，然后把新的这个盒子装上去。弄好了以后试一下，我们已经把线插回去了，直接放下来对位，敲进去，上回去，把这个板子盖进来，按住这里，这里先上。然后按压，好，这就扣住了。然后我们要把它之前的这个内胆，内胆是可以直接拿出来的，内胆拿出来，放回去，这样就搞定了。